由高处倾泻而下，气势磅礴，景致壮丽，像是白色巨龙盘踞山头。空拍镜头更是震撼，1600公尺悬崖峭壁，像是电影场景。这里是嘉义阿里山蛟龙瀑布，落差达到846公尺，也是全台湾落差最大的瀑布。梅雨封面刚过，蓄积丰沛雨量，瀑布俯冲而下，相当壮阔。东亚最高的瀑布，它从塔山的顶端直泻而下。同样感受瀑布清凉，南投山林溪松龙岩瀑布，森林绿树围绕，站在步道上，近距离感受瀑布凉意，空气中围绕满满负离子。水花飞溅，壮阔景象，雨后的瀑布景观瞬间降温，让人暑气全消。记者中部综合报道。